医生，等一下啊。你等一会儿，他们去找医生。怎么了？啊？你还好吗？怎么样？哎，见过这个人没有？啊，没看到。你看清楚点，这么高，有伤的。你别动啊，小心伤口被拉伤。你是谁啊？我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哦，用我手机干什么？报警。是你撞的我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可以给你解释，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就报警处理吧。拜托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商量，能不能不要报警？拜托。那我是谁？记得是你撞了我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有点头晕。医生，他不是腿受伤了吗？我现在怎么觉得他脑子也不太好？检查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外力的撞击啊，有可能会引起轻微脑震荡，从而导致短暂性的记忆空缺。外力？我不是。这种情况要维持多久啊？这个不好说，两三天或者几个月都是有可能的。先缴费，然后拿单子取药。好，休息。缴费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想问一下，能打折吗？不能打折。哎，这为什么会这么贵啊？是院长主导吗？这个手术费当然不贵，这不是还要住院吗？那要是不住院多少钱？13000。啊，那就不住院了。不是呀，这么帅气的脸，要是留疤痕就太可惜。你这个脸啊，应该买个保险。
脸应该没受什么伤吧？哎呀，小伤也是伤。来，我看看，小伤也要注意的哦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啊。医生说了不用住院，然后定期过来复诊就行。然后我现在去办那个出院的手续，你们就好好收拾收拾，我们就准备走了。你听到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你需要支付的赔偿费。特级护理师、健康营养师、希尔顿总统套房总计支出约等于30万。你讹人呢？那就报警吧，让警察来处理。肇事伤人不是什么小罪名，先不说我的腿会不会有后遗症，光是后来的赔偿费、误工费就不止30万，而且你还要先到警局拘留3到5天，配合警方调查。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讹你吗？你不是失忆了吗？你失忆了，你敲起竹杠来还一。我是失忆，但我不是变傻，过去的经验还在我的脑子里，还是说一说赔偿的事情吧。我是真的没钱了。刚我去缴完费之后，我现在包里就只剩1888了。等一下，李姐，安心呐，你这个月的房租是不是该交了呀？不是啊，李姐，我前两天才打给你啊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这个月要涨房租的，你忘了？哦，5%，不是李姐，50%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你这个房子可是好多人抢着要的，简直是看你生活不容易，一直也没租给别人。你要手头紧啊，那不如给别人挪个地方啊。不行啊，李姐，我转给你，我现在就转给你啊。拜，李姐。888，这数字还挺吉利。真的没钱，刚交完房租。所以呢？所以，要不然你住我家里吧，我家里也挺豪华的，不比那希尔顿酒店不好。然后，如果你要什么护工的话，我可以当你的护工，行吗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要给我写个欠条。好，我顾安心于5月5日晚上意外撞伤受害者，为赔偿受害者的各项损失，我愿意听从受害者指挥，在对方养伤期间为其提供住宿并照顾起居，直到还清余下欠款28万元人民币为止。出院了吗，受害者先生？我也要叫你什么？随便啊。那我总不能一直叫你受害者吧？只要你能专心看路，叫什么都行啊。卡里就剩888了，要不我就叫你小八，行吗？随便。哦，随便就随便，凶。这真的能住人吗？什么叫真的能住人啊？我在这儿都住了几年了。那你家住几楼啊？2楼。啊，那儿。你慢点啊。
吧。你家没有电梯吗？只有楼梯。再说了，二楼而已，我扶你上去就行。带路吧，我自己能走。哦。我穿什么？哦，我家只有一双拖鞋，要不然我分你一只，我明儿去给你买新的。喝点水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被作用久了都会这样，水垢吧。没事，死不了，喝吧。干净了。我睡哪儿啊？我也总不能睡沙发吧？我还是个病人。我带你去看看房间。画漫画啊？无聊的时候随便画画。我就是送快递的，你随便坐，我给你收拾一下。不要乱动。这是你妈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随便问问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以睡在我的卧室，但是我卧室里面的东西你都不能碰，这些都是我的宝贝，好久的积蓄买的，听到了没？不用了，我睡沙发。家里面没有空调，只有电风扇。你要是觉得热的话呢，就只能忍着。
沙发不能摆在风扇下面。为什么？这有什么风水讲究吗？太危险了。怎么危险了？要么就把沙发挪开。沙。要不然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跟你睡一间房。你看着挺正经的，你不会对我做什么吧？那可不一定。我警告你啊！我也警告你，你还欠我28万呢。不是28万，是27万2000。水电费、住宿费、三轮车，还有我照顾你的费用，这全部算起来大概是8000块。所以我现在还欠你27万2000。那是你的服务贵啊，还是你这破破烂烂的房子贵？我房子哪破破烂烂了？我还有豪华大浴缸呢。再说了，我的服务是24小时。贴身服务，这算便宜了已经。有多贴身啊？就是3米以内，1米以外。好，那你听清楚了。喝水我只喝矿泉水，毛巾只用纯棉，客厅每晚11点之后必须关灯，关灯之后不许吵醒我。我暂时只想到这些，其他的我想到了再补充。怎么失忆了？脑子还这么好？我再强调一次，我是短暂性记忆空缺，不是痴呆。那种一失忆什么都不会做的人，只有电视剧里面才有。去，把沙发给我挪开。哦。怎么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击量啊？
这一户怎么突然就失火了？听说啊，是微波炉起火。哦，208。是啊。吴家总，以后使用电器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把金属类器皿放进微波炉里。你家里没用过微波炉是吗？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你就出去逛逛，别在家里折腾了。这都是钱。损坏家具，600块。我手机号，你要有事的话就给我打电话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没事。OK。喂，你好。啤酒都成什么样子了啊！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刚进的货啊，这个酒很贵的，你哥哥把整箱都打碎了，我要损失好多钱的。我现在现金只有这些，等工资到账了，马上就给你转过来，行吗？真是的，我是让你出来散步的，我不是让你出来散钱的。喂，我家小孩被你老公吓哭了啊！对不起，小孩，你就是顾安心啊！这么大的人还跟小孩抢玩具，能不能看好你家老婆？真的是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小朋友，对不起啊！你就不能好好待着是吗？就不能让我好好上班是吗？安心啊，你最近考勤有点问题，你以后可不要再中途旷工了，我这可是好心提醒你。哦，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喂，顾安心吗？你哥迷路了，快来接人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打伤我是要赔钱的。今天回来的车费50块，误工费是600，还有路上肚子饿买点吃的，疲劳费。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台电视机了，这是房东最宝贝的东西，它要是坏了，咱俩谁也赔不起。你看啊，就是这个红色的按钮，你按一下就是开，再按一下就是关，其他的键其实你都不用管，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啊！你试一下。腿脚不太好，脾气还挺大的。笑吗？当然很好笑，你这么大个白长了，怕蟑螂。
你知道一只蟑螂身上有多少种细菌群吗？多少？有48种。哇哦！它最多可以携带48种病原体，什么寄生虫卵呀、真菌、细菌啊什么的，都会传播很多病毒的。踩死不就得了？你以为踩死一只蟑螂就结束了吗？你知道它背后可以产出多少只幼虫吗？多少？84只，一只蟑螂可以产出84只幼虫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家现在有84只蟑螂？没错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好啦，你不要唠唠叨叨了。明天我就去给你买杀虫药，话先说在前面，这个钱要算在你头上。因为你们来我家之前呢，我家是没有蟑螂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我把这个细菌群带来了？不会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对了，我还要提醒你一下，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躺在沙发上。家里呢，现在有84只蟑螂，万一它晚上爬呀爬呀爬呀爬，就爬到沙发上去了。保重。你不会一晚没睡吧？吓唬你的那好端端的蟑螂怎么可能上沙发？你害虫已经看多了你。你去哪儿？我去给你买杀虫药啊，免得又把你憋出病来。那我也去。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担心我自己。用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包装好、花里胡哨的，但其实并不好。这个朴实无华杀虫肯定好，就这个，走走。那就两个都买，看哪个更好使。满意了吧？胆小鬼！你手机借我用下。干什么？传点东西。程序代码时效只有30分钟，30分钟之后它会自己不见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有一天的工作忙得很，你就好好待在家里，什么都别干，听见了没？
自立。那你怕我干嘛？我帮你找家呀，拍你的照片，你家人看到照片就会联系我的，这样你就能回家了。哎，别删了，你别闹，给我。你靠我这么近，你是想干嘛？我什么都没想干，你别乱想。我觉得你有问题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你该不会是什么通缉犯、黑社会、违法乱纪，然后躲在我家怕别人发现？如果我是通缉犯，我第一个就对你下手，毕竟你孤身一人，有秀色可餐。你可别对我下手啊！你要是对我下手的话，你那25万块钱可就没有了。你钱都没有还完，我怎么舍得下手呢？我会还给你的，不管多远，不管在哪，我都会把钱还给你的。只是我们现在孤男寡女住在一起，实在是不方便。哎，你就让我给你拍一张吧。所以，你是真的希望我走？小白，快过来，打开手电筒，好黑呀，快点！手机你不是有吗？哦，对，不对啊，我记得我才交了电费的。你有收到停电的通知吗？哦，前天晚上我在楼道里看到，他说今天晚上会从9点停到11点，因为电路维修，所以要暂时停电。啊，怪不得。你的手链怎么那么丑啊？我手链哪儿丑了？你是800多近视还是散光啊？那么丑的东西，干嘛一直戴着？这是我哥送给我的，可以过滤噩梦的手链。那都是骗小孩的。你要是不懂就别说话。看来你很在乎他。对啊，他是我最亲的亲人了。这是什么？他带给我噩梦过滤手链，不仅好看，还会吃掉你的噩梦哦。真的？嗯。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电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卖的国王，他要找一个继承人。为此，他把自己的3个儿子叫到跟前，跟他们说：“是我老了，我现在要把王位传给你们。你们3个要进行决斗，选出这个继承人。”开始之后，3王子率先丢下了宝剑。他说：“在2个哥哥之中，我的实力是最差的。”也没有什么能力能够继承这个国家，我选择放弃。现在呢，就只剩下大王子和二王子。在打斗的过程中，二王子的剑已经擦到了大王子的脖子，但是他犹豫了。就在那一刻，大王子暗算了。然后呢？
大王子就赢了？这个国王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自相残杀。国王奉行虎狼教育，连二儿子的性命都不顾。我觉得他压根儿可能就不喜欢这个二儿子。可能他的出生就是个错误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养子。养子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好像很有感触啊。嗯，因为我就是养子。你玩的猪啊，你这都信？行了，早点睡吧，我又回去睡了。怎么了？你忘了拿这个。啊。我就在外面，有事叫我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有事你瘸着腿有什么用啊？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啊！我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你干嘛是那个样子？你怎么了？水啊！
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杂志拿反了。我跟你算个账啊，今天的责任你全权负责，修理费490，扳手30，生胶带10块，弯头20，水龙头35，水管53.23，钳子15，一共是653.23。知道了。这东西就明天再收，但是你也得帮忙，瘸子也得帮。조카한테도 안 주는 옷인데 나한테만 특별히 맞추신다고 하셨어요. 정아? 이거 너무 뭐? 아? 天气 예보서 오늘 30도. 是 室内外 温差大. 这里有东西，哎，就我帮你吧。知道一个瓶盖上有多少细菌吗？多少个？159万个单位。哇哦！还容易牙齿受伤，导致牙周炎、牙釉质。嗯，听起来挺吓人的。你赶紧吃吧，吃完我们还得去医院呢。嗯。医生，你真的确定都很正常？肯定正常，他又没伤到其他地方。我弄疼你了？没有。哦，这医生结婚了吗？嗨，有医生啊，女朋友都没，跟谁结？我们医院工作太忙了，都没时间谈恋爱。偶尔吧，会在家里走。你呢？没有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在那儿。不是兄妹吗？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哥哥和妹妹的叫法吗？我还有个事想问你啊，
他这个腿是好的差不多了。嗯。但是我现在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。就是他经常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，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，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。脑部 CT 检查下来是没有问题的。你说的这个应该是病人受到创伤后心理受到了冲击，这需要你们病人家属慢慢的帮助病人恢复。还能走吗？挺好的。受伤吧？这有什么事啊？我是练家子。练家子？出手接快递。你等会儿，都擦破皮了。这有什么嘛？小问题。干嘛？自己来吧。好了，谢谢啊。下这么大，叫个车吧。再等等吧，23马上就来了，很快的。25路，我以为是23，原来是25。打车，我请。哎，你脱衣服干什么？干嘛？淋了雨不用洗澡啊？你洗澡也不用在我面前脱衣服，你进去脱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，那个早上花洒坏了，你今天只能用浴缸了。你先去洗吧，你洗完我再洗。我需要你帮我。帮你干嘛？帮我洗澡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想什么呢？还是说你在期待什么？你有什么好期待的？你脚受伤了，又不是手受伤了，平时都能好好洗，今天洗不了。可是我今天要泡澡啊。那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就在于
我一个伤患人士没法躺进那个小小的浴缸。自己想办法。100一次。200。等一下，我够不到沐浴露。你不仅服务没有到位，还把我看光了，你是不是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啊？有你这么讹人的吗？再说了，是你扒拉我，我才不小心摔下去的，又不是我故意的。可是我全身上下都被你看光了。哼，你有什么好看的？干巴巴跟电线杆似的，搞得我还很想看你啊！切，干巴巴，我哪有干巴巴？算了。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，赔偿费也不必了，下次注意点。机量122，怎么这么少？楼主，村里刚通网吗？现在谁还看这种情节？占个楼？你看，楼主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意见吧，别再画那些清汤寡水的东西了，来点霸总慢吧。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
你们能不能别做键盘侠？我觉得楼主画得很好，这种温情的小故事我非常喜欢。下雨天，因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边捡来的小可怜。怎么了？借电脑用一下。克兰对我这干巴巴的身材印象很深刻。喂，我记得家里有两个花瓶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今天心情挺好啊。一般嘛。你干什么呀？脸那么臭。屋里臭。没有啊，还有一点阵阵的玫瑰花香，挺好闻的。现在已经11:20了，你耽误了我20分钟睡觉时间。如果你下次再回来这么晚的话，你就要赔偿我的睡眠时间。你也可以选择。选择什么？选择睡觉。真是当头。醒了，盖着干嘛呀？会坏的。
招蚊子。招蚊子？哪有蚊子？有啊。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等一下。按您吩咐，德国进口轮椅，试试。看起来也不太结实，怎么可能啊？你看，你主要是看这儿，这个精细的设置，还有这个流畅的线条，简直就是完美。而且它就是方便折叠，而且很轻巧。这个我腿没瘸，我都想做了。你要不然试试看吧？哎，怎么样？这还是个手动的。手动的。你这个腿刚好不是瘸了吗？没办法运动，你就当做是健身了，对身体好。那你看，现在呢，我总共就欠你108800块，同意吗？你这钱，该不会是花在你这德国进口的轮椅上了吧？聪明啊！自从你来了之后，这水费、电费、生活费，好多费用不停的在涨。我有困难吗？你理解一下啊！你试试呗。哎呦，忘了。转转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啊？看看窗外吧。你要习惯用这个，你先好好试试啊，我去扔垃圾。来。啊。把那花也扔了。怪浪费。一只老虎，面前有五个山洞，那每个山洞里面都有一只羊，但他只进了第二个山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第二个山洞里面的羊比较肥。不是，因为他想进哪个山洞就进哪个山洞。这是笑话。没有。今天散步逛商场，有个抽奖活动，他们送了我两张电影票。你运气这么好啊，还能抽到电影票？那你自己去啊。我一个人用不着两张。也对啊。那给我一张吧，帮你挂在闲鱼上，能卖出去。不用了吧，也卖不了多少钱。苍蝇虽小也是肉。要不我送给你吧。周五晚上8点的电影，你那个时候应该下班了吧？
时间。反正周五晚上8点的电影，来不来随你。为什么？刚才又通知有批货没打包好，但你看菲菲、小妍他们都已经走了。可是我今天……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让自己一个人加班。我只能陪你待一会儿。好好好，没多少，大家一起很快就弄完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先生你好，您要的爆米花。谢谢。你好，您需要什么？好的。没看啊，一个人看没什么意思。有一个同事他没事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想看的电影怎么能错过呢？这个就当做我请你看，算我的。那走吧，我帮你拿。我扶你，慢点啊。
安心。嗯。没事了，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安心，嗯，没事了，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真走了吗？他昨晚没说出口的话，难道是告别吗？电影票是他安排的临别礼物。安心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嚯！哦，凤凰小区是吗？嗯。你怎么了？今天一天都心不在焉的。没事儿，估计是没睡好。好心人，可怜可怜我，赏口饭吃吧。可怜可怜我，赏口饭吃吧。好心人，赏口饭吃吧。可怜可怜我，赏口饭吃吧。好心人，可怜可怜我。小严，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，要不我们调个班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家里猫丢了。你还养了猫？就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猫，腿脚有点不好，突然就丢了。你能不能跟我调个班啊？嗯，好。老板，你有没有看到上次那个把你那啤酒砸碎的那个男孩？没有啊。哦，谢谢。好。行，陪他们玩去吧。好。小医生，臭小子，还真是你啊！你这腿还行吗？没事，你倒是挺聪明，一下就猜到了。那当然，除了你，谁知道我每周三来福利院啊？除了你，谁那么变态用算术题给我看信息啊？我给你的东西收到了吗？啊，这儿呢，检测报告。谢了，钱包拿来。拿来。我找艾丽还你，那可叫。哎，你这腿真不用我给你看一下了？你的意思是，我父亲要把这5%的股份给这个女人？没错，今晚已经不在世了。根据法定继承，这些股份会转给今晚的女儿。女儿？难不成是老爷子的私生女？是不是私生女我不知道，但是董事长一直在找我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了他这5%的股份，继承人的位置就不用老爷子来给了，对吧？那我哥也知道这个消息了，是吧，程律师？
那我是谁？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？先缴费，让拿单子取药。谢谢啊。你好，你电话给我一下。谢谢。喂，哪位？是我。林总。你没事，我去放烟了。林芳的人那边有动静了吗？林芳总那边的人跟了我一天了，不出意料的话，其实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。有证据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那我先不出面，静观其变，等于上钩。好，林总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给您安排住处。不用了，我找到老爷子要找的人了。30万，你讹人呢？那就报警吧，肇事伤人可不是什么小罪。所以，要不然你住我家里吧。小八，我的牙刷呢？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，掉马桶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牙刷。啊。你好像很有感触啊。因为我就是牙刷。幸好他不是老爷子的私生女。是我，最近怎么样？之前公司防火墙遭受到匿名黑客攻击的事情，我们根据您提供的 IP 地址，已经追踪到了对方，是林芳总那边搞的鬼。嗯，不用担心，防火墙我已经修复好了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对了，还有一家叫做菲特的新电商公司，最近一直在挖我们的人。他们扬言，从优位跳槽的人可以得到双倍的工资。鱼叫上钩了。还有，林芳总最近一直在找人调查安心小姐。他查到了什么？目前还没有什么。盯紧点，务必不要让他发现安心。好的，您放心。
所以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？不只是我听到，这整条街的人都听到了。不许耍赖啊！我只是出门散散步而已。散什么步啊？散这么久，冷不丁的就走了，也不打声招呼。那没有手机确实很不方便嘛。我属实是有一点节制。你哪有钱买这么多微醺？我捡的。不是吧？你散步还能捡钱？钱呢？花光了。花光了，那人家要找你要账怎么办？那不是还有你吗？我是你的提款机吗？回家吧。没睡为什么不出声啊？我就想看看你大晚上不睡觉想对我干嘛。我想对你干嘛大可不必。一起喝。这是我的。开惯这种体力活就我来帮你做。好啊，那以后家务这种体力活也交给你做好不好？我发现你是越来越嚣张了，要不要我提醒你，谁才是债主啊？我只是开个玩笑，随便说说。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胆的样子看久了还挺可爱的嘛。愤你个头。就这样一直待在我身边吧。